微笑讲客语 Mimi Cell Phone 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话的时候了，大家一起来 Mimi Cell Phone 好吧。从九月一号开始啊，交通部呢必须要重罚酒后驾车的行为了。新的罚则规定呢，是一旦被查到酒后驾车，不但会被扣车子，而且要罚很多钱呢。所以咯，为了自己好，也为别人好，千万不要喝酒了以后去开车。所以我们说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这句话用客家话来讲，要怎么说呢？叫做，来跟我念一次哦：喝酒唔好试茶诶。试茶唔好喝酒，再来一次哦。喝酒就是喝酒，用食那个字。喝酒唔好试茶，试茶唔好喝酒。下次如果有人又劝你喝酒的话呢，你可以很婉转的说：“哦，排塞哦，我唔晓得喝酒哦，就是我不会喝酒。”再来一次，我唔晓得喝酒，我不会喝酒。或者你可以说：“哎，排塞哦。”爱有酒胆，无酒量。酒胆就是酒胆，我敢喝咕噜咕噜喝，但是呢，酒量很差，无酒量。爱有酒胆，无酒量。或者说，爱做唔得喝酒哦，一嗨我会试茶的哦。爱做唔得喝酒，就是我不能喝酒。一嗨就是 later on， 待会的意思。待会呢，我要试茶的哦，这样别人就不会老你干酒。干酒就是一直劝酒，一直叫你喝酒的意思了。说到酒呢，客家话的念法呢叫做酒，零酒或者是喝酒，这就是喝酒的意思。夏天的时候啦，像我爸爸喜欢来个冰的秘鲁，秘鲁客家话叫做马酒，马酒就是 beer 啤酒。那么再来呢，还有叫高粱酒，高粱酒，还有呢用米酒做的米酒。好，所以我们再一句话咯，老板请给我半打的啤酒，头家抢本爱半打的麦酒，还有一只可以。什么是可以呢？可以就是 opener， 开罐器。 OK， 徐薇老师要提醒大家一句话咯，试茶以前不要喝酒，记得咯，按自身当来了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